嘛，然后我也弄了几个手串过来，手串过来，好吧，手串，好吧，等会我给你们上这个啊，等一会儿，好吧，先把这个弄完啊，先把这个弄完。嗯，你们喜欢就去拍吧，不喜我也不想多说了，好吧，我也不想跟你们再多说真的假的，真的，你觉得我自己会带假的吗？就这样想吧，我带了多长时间？家人们，我带了多长时间？是不是很久？来，试着给我打个四来，是不是我走到哪里去都带着？试着给我打个四来。你不用问真，不用问真假了。你们再问真假，我就跟你们说假的，好吧？再问真假的，我直接跟你说是假的，行吗？还在问真假的，就是我就告诉你是假的，不要拍。来，还有三个，不用多问了啊，不用多问了，好吧？我也不，手机没电了。彩姐，那我也没办法，彩姐。我也不想教我也不想教你们怎么拍这个东西嘛，是吧？我也不是说是给你们卖，这是很多人跟我订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好多人跟我订，但是我现在只能先出来35个，对，假的，再问我是真假就是假的。哎呀，来，还有一个啊，10秒钟啊，10、9、8、7，别人的幸福都假的，我也要，反正跟彭涛带的是一样的就完事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嗯，5秒钟下了啊，5，4，我没有你们说要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没有，我这是帮我自己家人订的，知道吗？来，4秒钟，4、3、3秒钟下了啊，2、1，没有了。对，你再问就是假，再问就是假，好不好？来，这样啊，我再给你们截个图吧，再给你们截个图，好不好？你就看收到或者跟我带是不是一样就完事了。嗯，我再说一下啊，我真的直播间黑粉好多，真的，你们是不是很反感别人在直播间卖货是吗？是吗？你如果说反感别人在直播间卖货，你就直接把手机给那个抖音给卸载了，知道吗？把你们的某宝也卸载了，某东也全部卸载了，知道不？我说一下这东西来历啊，来，我说一下这东西来历，我再讲一下啊，黑粉把嘴闭上啊。这个东西是我彭少，知道没有？以前找人定制的，找一个老师傅定的。它是什么东西？废的啊！然后我戴了很久，知道没有？然后我的家人就跟我说：“彭少，我想要你那个身上戴的，你能不能跟我弄点？”家人们跟我说了好多次，然后我说：“行吧，我说我帮你们问一下，能不能定制，好不好？能不能再多定制一点？”然后就定了大概有差不多10天左右啊。然后我就给你们定了，知道没有？这是我的老粉跟我要的，是不是？来，是的，老粉跟我做个证明来，是跟我打个四来，是的，跟我打个四来。我是今天是第一次开播在直播间卖一个东西，是不是第一次？是的，跟我打个四。我从来开播没有卖过任何东西，从来都没有，因为我从来开播就是聊天。我从来开播就只是聊天。就是给家人们唠唠嗑，因为很多人说彭少我想你了，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苦动我空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开播聊聊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直播间卖东西，而这个东西是很多家人找我订的，没说错吧？所以你们要如果说看不惯，你们说你们反感，你们可以去别的直播间逛一逛。我也不是给你们的，我是给相应彭少人的，因为很多人说想跟我带一样的。来，我再翻转过来给你们截图，好不好？翻转过来给你们截图，不要再问我真假了，你再问就是假的啊！再问就是假的，明白吗？来，截图来，来，所有人截图来，拍过的啊，来截图，收到货的是不是这样的？来，截图啊，好了吧？来，3、2、1，来截图啊，收到货看跟我这是不是一样的？来，自己看那个水头来，通不通透来？自己看通不通透来？能看见吗？能看见吗？
到时候你拿到手之后，你自己也去试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看里面有没有杂质，有没有斑斑点点，有没有裂痕，自己看一下，行吗？来，这个不是树脂的，来来来，我拿个火机给你们烧一下吧。等会儿啊，我拿个火机给你们烧一下。这个不是树脂的啊，也不是塑料的啊，来，能看见吗？这，然后把它烧黑了，看见没有了？全部都烧黑了。但是啊，等会儿啊，很烫啊，来，用手把它挖开之后，看到没有？亮不亮？是不是锃亮锃亮的？懂了吧？然后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呢？来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全部都有正正的，知道吗？全部都有正正的，好吧？这两个字你们认识吧？不用跟你们讲了吧？好吧，来 ，OK。退一万步讲，如果说中途出现什么问题，或收到货跟我这个不一样的，你的路费我给你报销，我给你报销你的路费，说到做到，好吧？小黑子可以闭嘴了吧？来，还有没有要的？要的我来踢一下库存，要的我来踢一下库存，有没有要的？反正我不许拍多啊，一人拍一两单就可以了。要的来，公屏上扣666，我来清一下库存，不要我就不清了。要的顾名单扣666，来我清库存，不要我就不清库存了啊！要是吗？还有没有想要没拍到的？想要没拍到的啊，顾名单扣666，我就来清库存，因为我不想给过路粉拍了，知道吗？我不想给过路粉拍了。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给你们清一下库存。来，有个好，今天我直播间好多过路粉，真的好多过路粉，好多不认识我人都拍了的，连关注我都没关注的人拍了。然后我现在踢出了七单，好不好？过路的拍了啊。然后还有一个阿姨啊，你拍的太多了，你拍五单啊，你拍了五单，我给你踢三单出来，不要拍多，拍一单两单也可以了啊。你拍了五单，我给你踢三单啊，然后。刚才七单加三单还有十单，不是，我问一下，为什么我老粉很多没拍呢？我老粉还有几个没拍呢？你们不是要我帮你们订的吗？来，有一个人拍了五单的啊，我踢三单，然后还有啊，过路的粉就是关注的没关注我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拍了七单，我踢了啊，一共加起来十单，来数三声啊，三二一，再没拍到啊，不加单不提库存的。不加单不提库存的，你们拍的就这样的，都截图了吧？哎呀，我要取啊，带取了，把发型都搞乱，把发型都搞乱了，家人们，搞得像疯子一样的，搞得像疯了一样。我再不拿下来啊，这是我一直带的，知道吗？我再不拿下来，再不取下来了啊！刚给您拍两次照了，来上好了，就十单啊。你没米，你要去占库存，你占库存干嘛呀？不要占库存啊！你犹豫，你自己你徘徊就不要拍，你有任意识的犹豫就不要拍。我这人很随性的，我特别随性。这是男女同款的，男女都可以带，懂吗？男女都可以带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带。嗯。你看、啊、我一怼黑粉就走了好多人，看到没有？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无所谓。我相信现在真正留下来才是真正是彭少的铁粉，对不对？现在真正留下来的才是真正喜欢彭少，对不对？本来我这些东西也是打算给你们，也没打算给他们，好吧？嗯。已经上车了，来，还有七单。还有六单，这个六单完了之后我就不上了啊，就不上了。看我帅拍一个，还可以这样的吗？啊，星星大姐还可以这样的吗？看我帅你就拍一个，哎呦，我再说呀，那个军军家我不是卖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他们找我订的。我强调了很多次，是他们找我订的，你知道吗？是我的铁粉找我订的，订了十来天了，他们已经，你找我订了十来天了，我是答应过他们的，
我是承诺过我的铁粉的，我说我给你们订十来天呢，不是说我是今天拿出来的，知道吗？珍珠很好是吗？对，真的蛮帅是吗？真的吗？我帅我还单身呢。喜欢就去拍拍，好吧，反正你们就跟我带的是同款就完事了啊，带的是同款。你要有一句话叫什么说？君主来，有句古文是这样说的，知道吗？君子如玉，温文尔雅，对不对？说的是不是我？所以为什么我喜欢黛玉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原因，知道吗？这是一句古语，君子如玉，温文尔雅。但是我的性格不是那种温和的人啊，我不是那种温和的人，我是。我觉得我有时候还是有点疯疯癫癫的，你知道吗？那还有三单，还有三单啊！聊天天，我在跟你们聊天呢。其实我每次开播就是聊天，我每次就是聊天。只是今天这东西是因为三之前跟我定的，知道吧？嗯，好吧。不温和很实在是吧？其实我很温和的，我看是对谁，我对你们是不是很温和？我对那些不好人我叫不温和，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说的，人不分三六九等，人也不分贫穷贵贱，人只分好人跟坏人，对吧？所以我对如果说对我自己的人，对我自己身边的人，对我的朋友，对我的亲戚，对我的家人，包括你们，我能很温和，包括我还可以幽默，你知道吗？但对那些负能量的人，我从来都是一本正经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了解彭少，对不对？谢谢彩姐。我这种人是这样的啊，我要么就不结婚，我要结了婚我不可能离，懂了吗？帅气中带着可爱，我可爱吗？嗯，这是个我不能再说了，抖爸不能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个东西含着嘴里含着那个铜钱，懂了吧？我说一次好不好？招财貔貅，懂了吧？再不能说了啊！再说了，抖爸刚才提醒我了。其实我的直播间从来都没有黑粉，我直播间真的从来都没有黑粉。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来，还有一单来，还有一单来，十秒钟啊，十秒钟一单，好不好？这单花落谁家没拍到就不要打在上面，你如果再要等，要等一周以后，懂吗？我再定的话还得一周以后，好不好？来，就这一单啊，你记住一点就可以了，你收到货第一跟彭照带的是一样，第二是有单独的证的，第三个我会给你们用个很非常精美的盒子把它包装起来，明白吗？非常精美的抽屉式的，非常有仪式感的，好不好？把它包装起来，因为你自己带好送人也好都可以，而且这个东西只要你不扔了可以一直带，它的寓意非常好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带的原因，它的寓意特别好。拿了货之后你们看一下，刚才都截图了，跟彭道带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，行吗？别的我不想再多说了，还在问跟真和假的人，我就告诉你假的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再回答这个问题了。本来这个东西我是给相信我的人的，是不是？来，就这一单啊，十秒钟，谁不管从就谁的，不加单不提库存，咱们就过了。再要一个星期以后，来十、九，谢谢彩姐，八、七。六、五、五秒钟下车啊！五、四，没有了啊！已经付款成功了，还没数完，没有了，没数完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！家人们。你宝凤阿姨，你问这个话题不尴尬吗？你问这个话题在直播间不尴尬吗？
当着这么多人让我说那句话，我很害羞的好不好？